据了解，在你们俩刚认识之初，您的家人是反对你们俩在一起的，是吧？原通过今天来到这里，然后很多东西的结点开了，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宝宝更好，所以说不想在这最后几个月然后产生更多的一些矛盾，让我们整个家庭好起来，所以说这也是我最终的一个初衷，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找到了答案。好，谢谢。我还需要考虑一下吧，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。请亮灯。你自己选择是走回去还是在这坐着？走过去。啊，行，你小心点就行。嗯。多运动也好生，去吧。啊。请关门。啊。看看最终的结局吧，请开门。纵容你，谁要？
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两位。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来来来来来，回家好好的啊，回吧，谢谢你们。